这个事儿你们就放心吧，可儿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大概明天就能出院了。那太好了，我明天应该来得及去接他。哦，我忘了跟你们俩说了，我当年卖房子的时候把我房间清空了，所以现在只有两个房间能住。你们俩住这儿，我妈房间，这个床大，我睡我哥呢。不，只有一张床。不然呢？起码是个双人床，我哥房间是单人床。没事儿，我们俩凑合一下，出门在外也没那么多讲究。那就祝你们两位晚安。哦，对了，只有一个卫生间，最好是我先用，你们俩再用 ，OK？没问题。晚安。委屈一下。牙膏带了吗？二位，我已经洗好了，你们俩去吧。你去吧，你先去吧。哎呀，你就快去吧。也行。那牙膏我先用一下。别找了，我问过小周了，就一床被子。来吧，两个大男人怕什么？你脱这么光干嘛呀？我在家都习惯裸睡啊。你放心，我为了照顾你，我穿着内裤呢。你怎么不盖被子呀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别是发烧了？我看看。我没事儿。穆医生，你就别替我操心了好吗？好好睡吧。行。那你不舒服叫我啊，我睡觉沉，你得使劲叫我啊。